对，那个喝下茶。哎，你喝点，喝干这杯。反正喝点，喝下子嘛。喊你嘛。啊。这个没事，等你喊你，喊你喊你来，待会你就听完嘛。对的。我那个帮你买了，帮你拿了。哎，反正大家好，我是吃不到这些碳十三的贼啊。昨天晚上喝醉了酒，现在一点胃口都没得，所以买点鸡回去，我们做个酸菜焖鲫鱼，好生开胃。然后网络经理喊去，但是我这边都喊罗经理。 如果他说我们是市中心，先喊他做事，看他啷个反应啊。往哪里去？哎，德哥，哪边？这德哥打视频来了。装一下。哎，德哥，今天啥子？ 我现在在海边度假，带些娃儿。啥子？你好吃的？要得，我坐飞机马上回来啊。这是幺二九的。既然罗经理已经度假去了，那儿鸡呢？只有我老汉儿两个人吃啊。其实做那个鸡应该用小一点的，最好是三只以下的。油温烧个五成下雨炸，少量多吃的下。 一定要把鱼炸干炸透，然后再捞出来。材料非常的简单啊，姜葱、芹菜、大葱，然后那个是鸡肉，炸好的，一包鱼酸菜啊，那个最重要的调料。锅里面准备猪油，下酸菜。这个酸菜是免洗免切的啊，那个菜的核心就是酸菜，一定要先后慢慢的炒干、炒香，酸菜炒香了下入姜葱。 然后直接加水，调味儿放点鸡精，然后起锅的时候放点胡椒就行了，吃酸菜的本味儿，啥子都不要加了。然后再放鱼，水开了关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小火慢慢的焖20分钟，一定要让它充分的焖入味儿。哎呀，好香！我的马尔代夫都闻到了。耶，罗经理，马尔代夫飞回来需要半个小时啊。 你不管嘛呀！最后烧完点胡椒就可以起锅了。来得刚好合适，起锅了。用汤一起盛出来。那个，你那个鱼都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鱼的做法了吗？本来就是。嘿嘿，那是我们一个传统菜呀、啊，哪儿来的干啥子？那个鱼背上的鱼刺都炸透了的，指甲都不得砍。 连一条跟别个嘛，对，焖吃，再来别个都想上桌子了。啊，再来，全部都给你。鱼儿汤的什么了？哦，需要直接吃，那个鱼已经非常非常入味了，汤底上单独喝拿来泡饭，冲得很。嗯，那倒好。我说有大儿。今天的鱼就是稍微大过了点。嗯。 而且是不是一点都不卡喉嘛？做那几根辣子，一点子完全不用煮过头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要炸透啊！你们做那个菜的时候一定要炸透。而且你们喜欢吃辣椒的，其实也可以放点泡海椒啊。汤还是重口味，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，但是喝起来真的不摆了哟。哇，那个汤真的不摆了啊！昨晚上感觉到像我没喝酒一样。耶，昨晚上去喝酒没喊我啊？你不是去马尔代夫了的嘛？